大家好，我学学，农历新年快到了，有没有人跟我是在外面打拼工作的、啊？你多久没有回家了？你多久没有关心你的家人了呢 ？Hello， 我今天呢就要煮一顿很好吃的，然后送去高雄给我爸。我今天准备了米饭、姜、洋葱、玉米笋、香菇，今天要煮一个很补的粥，开始。然后呢，现在就要拿出我的神秘的食材，我去市场买的鱼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有紧急事件发生了，这个鱼还没有杀，那鳃应该还在。Oh my god， 怎么办？不会连鳞片也没去吧？哈哈哈 ！Hello， 学学杀鱼初体验，鱼我看阿妈都是这样去了，就这样。有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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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来了。对不起，哎鱼。大家完全没有去干净。我们现在开始开它的肚子。啊，米阿鸟，对不起，啊，切开了，切开了，啊！然后嘞，把内脏挖出来，用手挖吗？对啊。哎呀！啊，我不敢。手伸进去吗？对啊。啊，软软的。快点把眼睛遮住。我可以先把头切掉吗？你不要一直看我。啊，看到我了。啊，怎么办？好的，经过一番折腾，我们把鱼处理好了，我们再把鱼切片。你怎么会有鱼？学学，你买什么？鱼。我们开始切片哦。我们现在就把饭倒进去，加蔬菜。为什么没有新香料调味呢？没关系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加入我们的骨传低基金华佗福元堂，没有错，业配时间到了，来。低基金方便好料理，健康好吸收，不腥不腻，而且它是有身份证的哦，它是有身份证低基金，而且最重要是谁代言的？佩岑姐，阿姐啊，佩岑阿姐代言的啦吼。好，它可以这样顶着，然后呢，它还有这种，就是它是盒装的，它还送了我这个这么大盒，佩岑，哇哦，有个茶杯，很适合那个送礼的时候使用，它就这么好入料理，各大通路都有贩售哦，倒进去就可以了，静置它5到10分钟之后，它滚了。就是这么简单，不然你以为为什么我选煮粥呢？这应该是我煮过炸厨房最成功一次的料理。哇，好香哦！华佗骨传低基金健康养生鱼片粥完成。啊哇、啊，好看，好吃，很香。我现在把这道菜呢刷高雄去给我爸吃。爸爸，我来了。是7:25，温暖的南台湾。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？ 爸爸，我带个礼物给你。我没有在录了，没有电了。有嘞。这是我煮给你的鸡精粥。你给我，快点，试试看吧。我煮给你的，屁，这个我煮的辣，这我煮的，是吧？傻小子，哎，这是我的爱心哎，里面有鸡精，你先不要，你可不可以尊重一下我煮的食物啊？这个是低鸡精，能给你补元气。你在拍广告。骨传低基金，好了，这真的对身体很好，对老人家很好。过年要到了，可以买给家人。爸爸，爸爸中了陷阱。